YouTuber 流氓近日遭到房东指控退租时屋子的情况不佳，甚至忘记带钥匙出门，导致他大迟到，让房东等了很久。舆论不断发酵后，流氓终于透过直播回应，他透露在退租当天带上了房东先前请他保管的袋子，里面存放了一些重要的东西，不料袋子破了一个洞，钥匙也掉了出来，直到抵达租屋处才发现，所以才无法准时处理退租的手续。流氓也坦言，双方点交房子时，只要房东觉得有问题的地方，他都愿意照价赔偿，也非常配合清理房子的要求。当下房东表示没问题，没想到事后却被对方抹黑，让他感到很意外。流氓也表示，决定搬家是因为租屋处的壁癌太严重，就算和房东反映了，对方似乎也没有要处理的打算。直到现在闹成这样的局面，也让流氓感到很遗憾。